第十四世达赖此行早已经超越了印方所称的宗教活动的范畴。印方所作所为违背了印度政府在涉藏问题上做出的郑重承诺，对中印双方通过谈判妥善解决领土争议将产生不利性影响。中方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，并将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中方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。大家下午好。